在我顾不知道咱是爸仔囝的时阵，你就一直守护我，无求回报。你为着我，连性命嘛无爱滴啊！所以，我唔敢放弃团圆的希望，因为你有甲我讲过，就算讲天崩落来，爸爸会替我担，因为我这个查某囝是你一世人的责任，所以不管多艰苦，你都会想办法回来我的身躯边，就好亲像这个付出同款，代替你陪伴我。一条付出，这五年，我拢一直挂。虽然我唔知是唔是有机会阁见到你。是你，真正是你，我都知影你搁伫个，你绝对袂将你忍心都甲我谈的无关。爸，爸，你怎做？爸，我无代志啦，就恁想一下头有淡薄仔闲，啊，你放心啦，吼，唔免替我管到，我无代志。那呢，我替伊去泡一碗小汤，互你较清醒。啊。真正讲袂听，你阁教袂乖，这款死得蛋你嘛做会出来？你实是。我给一点好，我跟你算账。这是真正常的反应，好不好？正常是倒位咧？正常啊！静啊！讲是讲了假，你若杀这大人啦，阿姨拄则嘛是有够疼的。讲文静怎啊叫你正出面哦？这伤过细啦哦，都不行啊！你个忍耐。当你是拍煞未啦？我看你根本就唔敢问，因为恁今仔自从嘛甲恁讲，伊对我嘛是余情味。付出还是有效果。为什么相信你忍受会掉？你的水面的，你吃干嘛？卖点自作多情哦，阮自同才袂安尼嘞。你有要真心嘞？
欺负查囡仔哦！你即摆你又了了哩！快！好好啦，后生个重要，紧行啦！这边好心啊，出去不是已经死啊？坐下来，就请您替我监督啊。爸，妈，安怎？有成功无？拢甲你串通好啊，袂让你闹鬼啦。那来时的不是我头看哦，伊无地来啊，又跟伊地个闹交去。秋桂，去，给我一本照。将军一定在内底。皇帝座啊，咱是足有缘的吼，啊，不管走到倒位，拢会拄到你哈。是啊，这足有缘的。啊，我的表妹哦，替爷爷求一个安泰符啦。哇，看到你啊，一大群人来拜拜，有够闹热，是让人足新鲜的。你敢真正是来求安泰符的，还是你根本就是来验收新股的？验收新股？你咧讲啥？我听无呢。你卖阁假啊！我伫咧将军后房的社区外口演一出苦肉计，想要引你出来。你果然就对阮倒个遮来，想要探听阮将军的下落。阮敢有遮尔啊戆，让你知阮将军伫咧倒位？将军，将军，已经过身啦。你若真正掠准讲阮将军过身啦，你伫个社区外口乱乱说，是说啥意思啊？你是说身体健康的？你现在去搞东西啥？啥意思？袂啥意思啦！你即马骨架已经缩出来啊呢？搁伫遐隔空隔空搬牺牲，昨晚毋就是你甲廖凯宏骗走，然后偷偷走入去将军的套房内底下符啊！你想要害廖凯宏，还搁有我查某囝梓潼痴迷煮食饭，你真正是有够夭寿，有够袂见小可卑鄙啊！不搞！还无证无据咧诬赖我，滚龙头神棍！这甘道生啊，捌有两条魂啊，伫咧身上。啊，即马，阮搁伫怀疑，这两条魂啊，根本就无开啊。你的目的啊，就是要摕到乌钞。来壮大黑暗势力的阴谋，你敢讲不是？哇，啊，真正是看一个影生一个囝呢，白白无，嘛要硬硬啊戆。我特别看你假无辜到什么时阵？产生这款干巧人，绝对袂当放伊上。哎，莫欺人太甚啊！你若讲起脚动手。我召开记者会，我社会大众知影，你郑新波是一个无理取闹的恶霸。到时阵啊，恁世界集团都会被人认为是一个流氓集团。我，你若有才调，你来试看卖啊！啊，看你是要走倒去。熊世庆，你莫叫我是讲你是什么人，我就袂对你动手哦。拢已经动手了，阁想安怎？赵 boss 的计划直接对出手，备用法术，咱来当证明，伊就是江都城。来啊！来啊！都来啊！紧啊！动手啊！
动手啊！囡仔，哪个囡仔？你唔足够的。爸，你来得吃。遐直直讲，伊鬼鬼祟祟安尼甲阮军装，就是要探听阮将军的下落啊。感谢是咧。唉，我来是要替你求遐安泰符啦，拄着一丁人，佮讲甚物江道成的分配，啊附伫我的身躯，我咧解释拢无效呢。佮讲甚物，我要探听将军的下落。遐毋过，阮阿公伊毋是迄款无缘无故就凊彩诬赖人的人。文姐姐，你是不是有做什么代志，让大家去怀疑啊？阮爸哪有可能做什么让人去怀疑的代志？可再讲，就算讲有，恁敢不当去下动手啊？我再讲一遍，什么下符啊，我根本都袂晓。唉，你莫认为失去将军吼，伤心过头，都你去下动手才乌白兰。莫讲我遮尔啊有情有义啦。你根本就是一手提斧剑，一手啊提刀刀，你啊！好啦，你伫做人查某囝面头前，安尼批评我的爸爸，你敢有想过我的感受啊？是啦妈，我实在阮囝仔遐尼侪年，啥物款人我做清楚的啦，因绝对毋是亲像恁想安尼啦。姐。我是提醒你哦，你若是我火伤紧，会去烧着你家己哦。你到底是讲耍花？你若是要安尼继续批评落去，就无啥物好讲的。爸，咱无需要徛伫遮，互人侮辱，互人糟蹋，咱来走。啊，拄只哦，拢是咧演戏，希望恁大家唔通误会啦。哎，所以啊，我就讲嘛，郑玉会安尼做，绝对是有你的原因哦。因为我的查某孙啊，唔是一个不明是非的人啦。啊，是阿公了解我。哎、欸，我是想无呢，就算讲你讲是演戏的，演过亚杰咧，伊规个心拢挖去王文金遐。哎、欸，我印象中，伊甲你同款拢真明事理啊。放心啦、啊，亚杰哦，甲咱同款，早在咧怀疑江道成的灵魂是附伫个吴金姐身躯顶啊。啊！哦，原来你拢是套好咧演戏哦。啊，你我拄只干妹，伊唔着真委屈啦、啊。所以啊，你挑故意啊，将亚杰带来遮哦，就是啊。哎呀，是伫阮的面头前啊，去听王文金来争取王文金的信任，对无？无唔对啦，而且亚姐有甲我讲，昨暝文金姐的灵魂虽然讲时间无介长，也毋过真正有出现一个。我是真啊假啊？敢毋是江道成超工伫遐假神假打？应该是袂啦，阿爸阿囝连心嘛。是不是跟你的老爸做早囝，应该拢感受会到啦。啊，所以哦，亚杰嘛做确定的，昨昏迄个灵魂的出现，应该就是文金姐问到。哦，那是照安尼讲起来哦，这江道成啊，将伊的这魂啊寄生在王金身上，这真正是有可能的哦。哦，所以啊，愈是安尼啊。咱就袂当啊，想去别迄个江道成，那无啊，伊去配兵啦，啊害着王金的性命，啊你就害啊！阿伟霆哦，代志已经到这步啊啦，所以咱干来当边行边看。要过好佳哉，今毛也是做咱的内应，相信江道成应该会当较相信也是啊。希望天公伯哦。会当保庇雅姐，还佫有伊巴肚内的囡仔，莫去受到伤害。